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2019年2月23日21:04，联合报记者叶佩瑜及时报道林圣杰击出全垒打等于截图自画面分享。统一狮队昨天从日本高知返台，今天继续春训热身赛行程。晚间在台南球场对上韩职乐天巨人队一军，潘威伦先发3局5失分，投手群仅在7局上挨李大浩一发代打阳春炮，而狮队打线直到9局下靠林圣杰开轰将比数扳平，两队中场1-1握手言和。潘威伦上周在红白对抗赛状况不理想，只投2局失5分，本周没有随球队赴日与75狮队进行交流赛，留在台南持续调整。今天队上乐天队，主投3局仅被敲2支安打，没有失分，两度对决孙儿叶都成功解决，还赏了一 K， 对战民秉宪也没有被击出安打。廖文阳第4局登板，中继2局5失分，林启伟6局上投出3上3下，歇住续投第7局，乐天队换李大浩上场代打，也是他这两年随队来台春训的首度出赛，从林启伟手中轰出中外野阳春炮，替乐天队打下1-0领先，林启伟接住则连续解决后3棒。之后统一狮队依序换上傅余刚、林威智登板，没再让乐天队攻进分数。9局下狮队最后反攻，面对乐天队投手尹吉炫，林圣杰在2出局轰出右外野阳春炮，帮狮队追平比数，两队最终也以和局收场。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